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就知道背后提到局爹，不会以为你局爹就此走了吧？对不住啊，老娘重生回来啦！颤抖吧，孤儿寡母们，局爹势必要让你破防到底。孤儿寡母总爱来举报我，从不敢正面出现烽火。听说阴沟里也在狗咬狗，我仰天大笑，哈哈哈哈哈。你说你先走不去打打螺丝，每天还放出现真都不敢吃，真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，叫人实在笑掉大牙。你们真的在乎他吗？做后队没少干吧，越看越觉得是假，笑话一茬又一茬，天天都给你举爹，翻黑上雾霾了吗？还是说要追举爹了呢？